哈利路亚，好欢喜同大家一齐啊，能够咧系帮助到大家同神有更加亲密嘅关系咧，呢个系好大恩典，因为咧神系极之好噶，系咪啊？你中唔中意神啊？中意。神系好好嘅嗱，希望你系好中意神，因为神系每一样嘢都咁好嘅。我系好中意神噶，中意到发烧。点解呢？因为我哋所有享受嘅都系神嗰度嚟嘅。你有啲咩享受噶？食嘢咯。食嘢咯，系啦。中唔中意食呢啲嘢啊？中意。系咪设计得好特别啊？好味系咪啊？系。好味又靓。各个唔同嘅。又对我哋健康好。即系咧，真系咧，神做嘅一切咧，都系最好嘅，系咪？好啦，嗱呢个咧。我特登揀了三種是很多人喜歡吃的水果，是不是？是。芒果是不是有一種香味啊？還有一種質感啊？有一種質感是不是 很特別的芒果？是。菠蘿又是很香的，是不是？是。荔枝喜歡不喜歡吃啊？喜歡。這個中國人特色啊，都是很特別的，即是每一種都有它特別的地方。是誰做的？是神做，神做的时候他的心是想着什么？想我们享受。想我们享受，是吧？所以他特地做了很多种不同的食物。当你吃的时候，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质感和味道，是吧？都是神很特别设计的，就是因为他爱我们。哇，神做的花和各样的蝴蝶是不是都是很漂亮？真的好靚是要嚟做乜嘢呢？我想問你，好靚是要嚟做乜啊？俾我哋欣賞。我想問你，有冇人送花俾你噶？有。有係嘛？多唔多啊？多啊！但係神日日都擺設好多花喺你周圍，係咪啊？係俾人去乜嘢啦？欣賞啊！真係冇人好似神咁樣日日都送花俾你嘅喎，係咪？即係神咧，真係好有。即係創造非常叻，好啦，人同埋動物都有感情，呢個咧就係神創造人嘅特色，因為即係話咧神本身有感情嘅，人與人之間有冇感情啊？有啊，人與動物有冇感情啊？呢個圖有啊，係咪啊？動物對人有冇感情啊？有。動物同動物有冇感情啊？又有過啊。神創造動物有感情，是不是即是神本身有感情才會創造到動物有感情，同埋人有感情，係嘛？即是神本身有感情。你覺得人如果冇感情，你覺得做人有冇意思啊？冇意思。如果人冇感情，做人係冇意思嘅。就因為神有感情，所以咧，其實我哋世界上享受任何一樣美麗嘅嘢，或者人嘅感情，我哋都覺得非常好嘅。咁你有冇中意神？哇！你會創造我有感情真係好啦，係咪啊？有如果人冇感情，做人真係咧係冇乜意思。但係有感情，同埋我哋可以同神有感情，係咪非常之好啊？所以我想大家就係明白到神嗰種美善啊。於是我哋就會中意神。你中意神咧，你越中意神，你越同神有好嘅關係，你就同神有越深嘅關係，同埋越多嘅祝福。你想唔想有更多神嘅祝福啊？神的祝福是多到不得了的，即是我日日都享受神的祝福，很多很多的祝福。身體健康，我還有兩個月就搭車2元了，還有兩個月而已。但是你聽我打波呢，我打波是很夠力的。我有些人咧後生我好多啦，佢打波好快攰啦，但我打波咧可以打好耐嘅，我時打2個鐘頭，有時打3個鐘頭。神俾我體力，即係話咧，神可以祝福我哋，凡事都祝福嘅，每一樣嘢都可以得到祝福嘅。呢個就係神咧，佢個特別啊，賜俾我哋聖靈嘅能力啊，各樣嘅能力。嗱呢方咧，神賜俾我一個非常好嘅太太呢個。睇唔到啊！我仲有幅仲靚嘅，老師睇唔到啊！有張大啲嘅，嗱呢幅咧，呢幅係睇到啦，係嘛？睇到，睇到。佢唔單止係美，唔單止係美貌，佢
非常有智慧，對我非常有幫助，非常有愛心，是極度的大的愛心，是對我很大的幫助。即是你聽神的話，神會凡事祝福你的。神也都給我有各樣的侍奉的能力，我去全世界不同的國家的，幫助很多人。神呢是即是使用我，神呢賜給我廣東話啦，英文我講得仲好過普通話，跟住普通話，但我普通話都講得好嘅。咁咧就即係神可以賜俾我聰明智慧，但我英文更加好。咁但係神咁好，但係好多樣嘢攔咗人同神嘅關係嘅喎。係咪第一我哋嘅敵人係咪懶惰啊？哇！瞓喺度就唔想喐嘅咯，睇電視又唔想喐嘅咯。你想得到神嘅一啲，你日日都喺度瞓覺得唔得？做人如果日日都瞓覺，有冇意思啊？冇乜意思啊！我哋做人如果想得到神嘅祝福，一定咧，我哋係要付出代價嘅。有冇周圍嘅人對你有啲傷害啊？咁有啲人成日都哎呀，好辛苦，好傷害啊！唉，容易受傷的女人啊！哎呀，容易受傷的男人啊！哎呀，好慘啊！係咪好多人都哎呀，因為丈夫、妻子、仔女激氣，以致令到整個生命咧係好似成日都好痛苦同埋苦毒，有冇情況係咁樣樣啊？但我想問下大家，有冇人你屋企人雖然點樣話你鬧你，你一轉身耶穌愛我無所謂，一出門口充滿喜樂，有冇人能夠處理到啊？有冇咁嘅人啊？即係你屋企人咧對你唔好嘅，但係咧你一轉身。我依靠耶穌，唉，人的問題放手了，我一樣可以有喜樂平安。這個有幾多個人，你家人都幾難搞的，但你自己可以有喜樂的有幾多個這樣的情況，請舉手，有沒有啊？都有好幾個喎，我第有機會再來就會教怎樣不被人影響，是有方法的，即是他講的說話呢，你不放在心上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我想問你，黐線佬鬧完你介不介意啊？黐線佬鬧完你，你介唔介意啊？唔介意，因為你知道佢有問題。但我唔係話你屋企人黐線佬，即係揼佢收收你。我唔係話你屋企人係黐線，但係你屋企人梗有罪人係咪啊？罪人嘅説話想放喺心上啊？小朋友鬧你，你會唔會好介意啊？唔好介意，細路仔，唉，唔識嘢，咁你就會放手啊嘛。有時啲人好大個咧，佢嘅內心係小朋友嚟。咁你使唔使介意你睇少啊？有啲人好大年紀，但係個智商或者處理事情咧，只係小朋友嘅心態。我哋需唔需要俾佢影響啊？係唔需要啊。其實你只要你放手咧，你話我依靠耶穌咧，你就可以唔受人傷害，即係你可以處理到嘅。咁呢個係需要時間教導噶。有冇壓力啊？哇！壓力，我有冇擋住你哋啊？冇冇大有壓力嘅時候，係咪好多人覺得哎呀好辛苦啊？哎呀唔得啦，哎呀冇喜樂啦，會唔會啊？其實有咩事情發生係你點睇嘅啫？就算你同樣有冇啲老人家好有，即係我唔係講你中間有啲好大病㗎。同樣兩個老人家，一個咧就睇得嗰啲病好緊要，就好唔開心。但係有啲人，哎呀～有一日都要去的啦，尤其去天堂那些啊，信耶穌去天堂冇乜所謂啦。哎呀，病就病啦咁。有冇啲老人家係咁樣樣噶？有嘅。都接受係咪？其實接受到咧，有咩困難都唔係一定傷害我哋㗎，係咪啊？係我哋點睇嘅啫。你覺得成日都要好似後生仔咁啊，梗係失望啦，係咪啊？就係當我哋知道唔緊要嘅事情唔順利唔緊要，我一樣可以喜樂。約瑟。你有冇睇過約瑟嘅故事啊？喺聖經裏面，佢係咪受好多苦啊？但佢有冇平安喜樂啊？有啊，所以唔係一定要順利先平安喜樂。你係最重要就係話你睇重乜嘢？你睇重人。耶穌話咩啊？你若唔跟從我，你愛父母過於愛我，不配做我嘅門徒係咪啊？愛仔女多過愛我，不配做我門徒。唔背起十字架跟住我，唔配做我門徒。所以其實我哋愛家人，但係我哋唔好將佢擺高過神，將神放喺首位。雖然佢哋有唔好，但我哋依然祝福佢，體恤佢。佢哋傷害你，因為佢哋受過咗傷害，咁你咪唔受佢影響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有咩人嘅壓力，
問題嘅困難可以放手嘅，同埋思想模式係咪？有啲人咧總係話：哎呀，又咩都睇到負面嘅。有啲人就睇正面嘅，係咪正面嘅人睇到樣樣都開心啲㗎？譬如去旅行，有冇見到啲人咧去旅行咧，成日都係哎呀啲嘢唔好食啦，哎呀我屋企仲好食啦咁。咁你不如唔好出去旅行啦，係咪？但係佢又去嘅喎，但係去嗰時咧總係埋怨嘅喎，啊導遊又唔好啊，啊食嘢又唔好啊，有冇咁嘅情況啊？有。其實哇，有錢使都唔開心嘅喎，係咪？所以其實係思想模式嘅啫，係咪啊？思想模式同埋咧熟靈軟弱啦，有時有啲人哎呀成日都熟靈軟弱，點解咧？因為罪啊，同埋即疏遠神。咁我今日就講下點樣親近神可以得著大大嘅幫助。咁我尋日咧就喺係咪嗰度係荃灣，都係同你差唔多年齡嘅。佢哋咧，哇，經歷神好大嘅祝福，所以咧，希望大家睇到神好好嘅。嗱，首先就係多親近神有咩後果？我哋一齊讀啊，《雅各書》四章八節：你們親近神，神就必親近你們。神係咪好難揾嘅？神難唔難揾啊？唔難嘅，佢一定其實佢揾你先嘅，係咪啊？佢成日感動你嘅，你唔聽話嗰時，佢有冇感動你啊？佢叫你翻轉頭㗎，係咪？所以係神揾我哋先嘅，所以你永遠唔使驚神啊！哎呀，好難，好遠啊，唔知喺邊度，使唔使咁諗啊？唔使嘅，神係好近嘅，神就喺你個心嗰度叩門啦，佢好想入去你裏面啦，充滿你嘅。詩篇十六篇八節，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。因他在我右邊，我便不致搖動。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嗱，呢度講到咧，將耶和華常擺在面前，即係點解啊？成日乜嘢啊？親近神啊，將耶和華擺喺面前，咁呢個心就點啊？歡喜個靈咧，快樂肉身咧點樣啊？安然居住，即係話咧，成個人咧好舒服、好平穩、安靜嘅。有些人就話：乜耶穌都幫埋你身體嘅咩？我想問你，身體係邊個做噶？係耶穌做噶嘛？咁神做嘅，神都會祝福嘅。所以信耶穌唔係就係心靈有安慰啊，係你嘅身體都會祝福嘅。譬如好似我咁，身體健康啦，有力量啦。當你多親近神啦，成個人咧就會少問題噶啦。好多人咧又話：哎呀，頭痛啊，腰痛啊，瞓唔到覺啊。咁我俾一個方法你點樣瞓覺瞓得好咧？因為我會教你點樣親近神啦，點樣有恩典嘅祈禱同埋愛慕神嘅祈禱。咁你咧就企喺度放鬆嘅人，諗住耶穌啊，耶穌愛我，多謝耶穌，感謝天父。咁你咧企喺度一段時間放鬆，然後咧你上床咧，上床咧又放鬆曬，由頭到腳放鬆曬，一路諗住每一次呼吸諗住耶穌。嗱，好多人點解瞓唔到呢？因為成日諗埋啲人鬧你啊，啊啲人唔好啊，嗰啲困難啊，聽日要做乜嘢啊，佢諗埋嗰啲嘢，你瞓唔到覺噶啦。但係咧，你就諗住耶穌，耶穌，咁你就快瞓著。如果你半夜醒點咧，真係瞓唔翻，又起身企喺度。耶穌多謝愛我，放鬆嘅，你就會發覺咧，祈禱一段時間，你瞓翻上牀又係咁放鬆咧，就容易瞓著嘅，真係㗎，係。你希望你試下，今日我應該會講點樣親近神嘅祈禱嚇。以賽書四十章三十一節，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呢、這個等候耶和華嘅人，佢必定咧充滿力量，充滿動力。其實有啲人好大年紀喎。譬如包德尼牧師，我唔知佢幾多歲啦，即係我諗可能七十幾歲㗎啦，可能八十歲都未定啦。聽有冇聽過包德尼牧師啊？四圍去宣教，對中國好大祝福，係西人嚟㗎，但依然好有動力喎。依靠耶和華嘅充滿動力，我講俾大家知，我裡面有一個不滅嘅火啊！我成日都想去祝福人㗎，我去到邊度就祝福邊度㗎啦。呢、這個咧就係神俾我不疲倦啊，時時都不疲倦嘅。譬如我尋日。朝頭早領完聚會，我一路跟住又見人，又領聚會，一路至到夜晚十點鐘，都係一路，我又唔覺得捱嘅喎，充滿力量嘅喎。你想唔想咁樣樣啊？原來親近神咧，個人又歡喜快樂，又肉身安然居住，身體又健康，又充滿動力嘅。詩篇三十四篇十節：少壯獅子還血食忍樂，但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啊！
什麼好處都不缺。若失俾佢啲哥哥們出賣，佢辛唔辛？即係困唔困難啊？困難啊！但係佢嗰啲好處有冇缺乏啊？冇啊！神俾佢好多好處。原來你聽神嘅話咧，神就會祝福你嘅，會幫助你嘅。我好有心宣教，神就供應我能夠四圍去。有時我去嗰啲國家去一次有個飛機票10,000元以上啊！有時我去有去非洲嘅地方啦，去到用嘅費用啦，但係神供應我需要。你聽神的話，神就會為你開路。只要你聽神的話，什麼好處都不缺。耶穌真的會幫你。這裡有多少個人經歷過神的幫助？有經歷過神的幫助的請你舉手。你越多親近神，你發覺那些越親近神的就越得到祝福的。這裡的比較可能有些人阻了。馬太6:33，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，都要加給你了。你先求神的國。有些人就說我信耶穌之後有這麼多困難，很多人信耶穌是怎樣信呢？頭腦信的，禮拜日信的，平日就沒有，平日就自己做自己的事，日坐在那裡跑電視啦，玩手機啦，只是玩的，甚至有些人打麻將賭博，這個聖經叫我們不要賭博。他不是先求神的國，他變成他很多問題，但是先求神的國，關心神的事，好想人信耶穌，又完全讓耶穌在心中作王，神就祝福你，這一切就會加給你。有很多人說為什麼我信耶穌依然這麼多困難？信耶穌但是沒有給耶穌做主，但是你給耶穌做主，這個有多少人你真的給耶穌做主，你發覺神的祝福在身上的？舉手。有多少個你只是給耶穌做主，你發覺呢，哇，越給耶穌做主祝福越多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深信親近神是最好的。而且很重要，就是我們怎麼，就是說我們多親近神有什麼後果呢？一起讀下。不被人困難負面懷疑常常活在神愛中享受神的愛，你時時親近神，你就會享受生命，享受愛。我記得我祈親禱都享受，我真的很享受。一會我帶你祈禱，昨天那班弟兄姊妹都說很享受，很喜歡，是真的享受。不單止享受神，享受生命啊！我享受生命的，我享受做人的，我享受服侍的，我享受幫人的。就是你不給，即是你會能夠勝過這一切困難。看看這個代表什麼？垃圾車倒垃圾車代表什麼？有困難要怎樣清曬啲困難，清曬人啲不好的東西。所以如果你成日想埋老公老婆啊、仔女點樣唔聽話啊、點樣唔好啊，要點樣啊？清垃圾，諗嚟有冇用啊？冇乜用。我想問你，佢幾廿年都唔變，佢容唔容易變啊？唔容易。唔容易，所以你期望佢變咧，你就失望係咪啊？但佢有可能變，你就為祈禱祝福佢。但係你成日諗住佢變咧，我就開心。佢未必變嗰時候，你就成日都唔開心啦，係咪？你等極都等唔到嗰日，咁咪唔開心咯。但係你話唔緊要。人怎樣？人能把我怎麼樣？聖經有句說話喎，有耶和華幫助我，我必不懼怕。人能把我怎麼樣？他不能夠做任何事影響到你和神的關係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希望大家經常都說我不被人影響，我時時享受神的愛。還有還有一樣很重要，一直讀單張要有事事神被神大大喜悅。這裡第一個圖代表是關心人愛人，第二個圖代表什麼？全福音。對，全福音了。當你這樣做的時候，神就大大使用你。有一天我們要交帳，如果你今天要交帳，你見到耶穌的時候，耶穌說我只帶了兩梳蕉來不見你，因為是你很多很多的侍奉獻給神。你是多少？你是兩梳蕉啊？因為有很多的侍奉的果效是獻給神。希望大家有這個心，我們真的要見神的面的，真的要見神的面。當你見神的面的時候，神真的問你的。這樣的時候呢，你希望耶穌跟你說你是有良善又忠心的牧人，因為有惡又懶的牧人，有良善又忠心。那你良善忠心是要付出代價的。好了，這裡講到呢，就深信神先愛我們，還有很想跟我們建立深的關係，然後我們先能夠呢，能夠跟神有密切的關係，就是深信神很疼我們，很愛我們的。雅各書4:5，你們想
經上所說是徒然的嗎？神所賜住在我們靈裏的靈，是戀愛至於嫉妒嗎？這個講到呢，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是戀愛我們以至於嫉妒，什麼意思呢？如果你愛世界、愛看電視、愛錢、愛人多過愛祂呢，他就會嫉妒，他很想你全心愛他，神很想跟我們有密切的關係。那你說神為什麼你經常霸住我的呢？但是神就是有很多恩典的，他很多恩典給你，你當你有神你就祝福到你的家人，你沒有神你跟神關係疏遠你就祝福不到他們的，你的成日就好像普通人的，就是凡人，好煩啊，好慘啊，就是這樣的，就會成日都沒有耶穌，就是成日都是凡人，但有耶穌呢，在困難之中依然有力量的，神就很想，所以呢，不要以為你想親近神，是神想先啊，神戀愛你啊，有沒有人戀愛你啊？有沒有人戀愛你啊？有是恩典啊，但有些人結婚未必有戀愛的，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情況啊？結婚是不是一定有戀愛啊？不是的，有些是即是有時即是容忍的，有沒有這種婚姻？有時的婚姻是容忍的，但是神是戀愛你的。哇，這件事是不是非常特別？神是很喜歡你的。詩篇139:5，你在我前後圍繞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哇，很特別，神在我們前後圍繞我們。我們怎樣看得到神在圍繞我們和祝福我們呢？你有發覺你不聽話的時候，你少親近神，裡面會有聲音感動你，叫你找回神的，有沒有？你犯罪有沒有一種感動叫你離開罪啊？真的有，即是說他在那裡找你先，不是你找他，他是真的在那裡感動你的，真的呢跟你一起。當你祈禱有沒 有時候神說、你現在排行第1000，你 排一隊先，我慢慢來幫你，有沒有這樣情況？你一祈禱會怎樣？神即刻嚟喎，神有呢個能力即時服侍我哋每一個人，佢又即刻喺度嘅，所以神係好特別嘅，時時服侍我哋，並且時時按手喺佢身上祝福我哋。中國古代有妹仔，如果主人話妹仔嚟，妹仔可唔可以話等一陣先啦、啊？我食埋嘢先啦、啊，我食緊嘢啊，唔得閒嚟啊，得唔得？唔得，係啊，一定即刻嚟。我想問你，神係咪妹仔啊？但係神即刻嚟喎。時時在這裡，是不是很特別啊？你會不會叫皇帝，皇帝陛下，麻煩你們服侍我，和我洗腳啊，行不行？不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沒有人要求王去服侍你的，但我們的神是萬王之王，他一日服侍你，是不是很大的愛啊？所以我當我自己經歷到神的愛充滿我的心，我真的覺得很好。我就說神啊，為什麼你日日服侍我？我祈親到即刻有喜樂同埋愛嘅，俾我為人祈禱，好多人都經歷神嘅喜樂同埋愛。我真係覺得神成個服侍我哋係非常大嘅恩典啊！這個世界上有冇人咁好啊？對你，我諗世界上對你最好個媽咪係咪啊？係咪媽咪對你最好啊？但係媽咪都有限㗎，係咪啊？有限度，佢唔能夠日日陪住你㗎，係咪？你而家媽咪可能已經自己太大啦，要你服侍翻佢啦，係咪？但我們的神是晝夜日日夜夜並且永不停止，去到天堂神會說等我睡下覺先啦，你們我已經來了天堂，我睡下覺先，會不會這樣啊？不會，依然永遠服侍到永恆，你一去親天堂就會被神服侍，神的愛和喜樂充滿你，是不是很好啊？神這麼好，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人成日都問你，喂，有什麼可以服侍你啊？有什麼幫你啊？ 有沒有這樣的人啊？沒有這樣的人啊。但是神是這樣，我希望大家真的說神你真是好，一起跟我說神你真是好啊，你晝夜服侍我真是好啊，真是好。有沒有覺得神好好啊？有。我希望大家就經常想到神的好，你的心就喜歡神。好了，因為我們要休息，我就因為我想彈琴帶領大家進入神，所以我就教導那裡呢，講到呢度，我哋一陣間先再講。但我而家講一講個恩典嘅禱告，簡單講講，然後我就帶領大家點樣恩典祈禱啦。恩典祈禱咧就係宣告神愛緊我哋。你可以跟我講啊，主耶穌，多謝你愛緊我。主耶穌，多謝你愛緊我。你時時陪住我。你時時陪住我。你喺我前後環繞我。你喺我前後按手我身上。按手。時時祝福我。時時祝福我。有你真好啊。有你真好。
接納我，你永遠都唔排斥我，你永遠都陪伴我。嗱，呢個就係恩典，其實即係宣告神嘅恩典。基本上係咁嘅，神嗰度嚟就係恩典，神嘅祝福就係恩典。然後我哋就有回應嘅禱告，即係敬拜讚美啊！敬拜讚美就點咧？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我感謝你，我全心愛你，你係我嘅主，你係我嘅王，我需要你。嗱，呢啲就向神嘅，即係先嗰啲係神向你嘅。多謝耶穌愛緊我，講啊！多謝耶穌愛緊我，耶穌時時陪住我，耶穌同我一齊。分唔分到呢兩種啊？一種係神嗰度嚟嘅，叫恩典嘅祈禱，一齊講啊！恩典嘅祈禱。一種咧，我哋向神嘅就係敬拜讚美禱告，敬拜讚美禱告。一種向神啊，我而家試一試問下你哋啊，譬如我啊，耶穌好愛我，呢個係恩典定係？敬拜讚美啊！好叻喎，你哋好犀利喎！感謝耶穌，呢個係屬於咩啊？讚美係啦！啊，耶穌陪住我，恩典啊，好叻喎！真係一教即曉。啊，呢個恩典祈禱好有用啊！點解咧？有冇有時唔開心啊？有。你就話俾自己聽嗱，你唔開心嗰陣時，有時你冇力祈禱噶，可能冇力讚美神啊，感謝神啊，哎呀，好困難，就點啊？多謝耶穌，你愛緊我，你而家陪住我，同我一齊，你而家醫治緊我，將我啲重擔攞走，係咪好好啊？係。即係講神嘅恩典咧，聖經好多神嘅恩典，就會令你得力，同埋咧冇煩惱都好。一起身就話多謝耶穌愛緊我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一起身就話耶穌愛緊我真好啊，耶穌陪住我真好啊，耶穌感動我真好啊。耶穌整咁多好食嘅嘢俾我，真好啊，係咪啊？呢啲都係恩典，係咪啊？呢啲咧就係俾我哋更加容易得力，然後我哋就回應神啦。能唔能遇到呢兩種祈禱啊？第一，而家我就會彈琴，幫助大家進入神同在啦。希望大家咧就唔好諗其他煩惱，放鬆，專心啊！唔好諗啊，應該食叉燒飯定食咩飯？就係。好輕鬆嘅諗到耶穌嘅愛，耶穌陪住你。第一諗住耶穌喺前面啦，你唔使諗耶穌嘅樣，你就諗住耶穌喺度，你就對耶穌表達：耶穌真係好啊！嗱，你而家都可以跟我講：耶穌你真係好啊！耶穌你真係對我好啊！即係個心裏面全心中意神啊！呢個就係更加經歷神嘅鎖匙啊！因為好多人祈禱係點樣啦？多謝耶穌。感謝耶穌，求你幫我啦！快啲醫我啊！快啲俾多啲錢我啦！即係咩都係祈求喎，淨係頭腦祈禱喎。我哋試下用個心靈，耶穌你真好啊！多謝你啊！感謝你啊！哈利路亞！咁嘅時候咧，你裏面就會充滿喜樂。嗱，希望大家專心，因為有啲人可能唔慣咁祈禱，唔慣咧即係我試過有啲人同我講，佢話：你話耶穌我好愛你，好肉麻啊！聖經話咗最大嘅戒命係乜嘢啊？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主你的神，用唔用嘛？唔用嘛？盡心愛神係聖經第一條最大嘅戒命，盡心愛神。所以希望大家咧學習專心。人有冇咁好啊？冇嘅。但係人咧中意人多過中意神喎，係咪啊？多數人都係㗎，中意人就多過神喎。我哋應該中意神多過一切，係咪？當你中意神，又歡喜神，又接受神，讓耶穌做主，又聽曬佢話咧，你成個人就得福，並且榮耀神，又祝福好多人啊，係咪？你諗下，好似我咁嚟一嚟，祝福你哋，話一次啫喎，繼續去咪祝福好多地方啦，係咪啊？你都可以啊，你唔好以為你唔得喎，好多人話唔得㗎啦，我係牧師你就得㗎，我唔得㗎。但我話俾你聽，我哋訓練一班人咧侍奉主啦，佢哋真係為人祈禱，又係帶住能力嘅喎，唔係邊一個人啊？因為耶穌話咩啊？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。喺馬可福音十六章嗰度講到，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。喺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節講到咩啊？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，傳福音喎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不信嘅必被定罪。跟住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。就係咧，奉我名趕鬼，說新方言。後來咧就話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係神應許嘅。不過好多人就捉住呢個應許，即係好似
神俾你好多寶石，好多恩典。啊，你一粒仔夠啦，一粒仔得噶啦，會唔會啊？會唔會攞一粒仔就算啦？如果神俾你成個寶山，你要幾多啊？要曬，你有幾多就攞幾多，係咪啊？神有俾幾多俾你，你就攞幾多。而家最緊要，你攞好多嗰時係為咗祝福邊個咧？祝福別人啊，係咪啊？你當你攞好多恩典，你祝福別人。所以我哋一世人有冇邊一個好似神咁好噶？冇啊！所以最緊要係愛邊個啊？愛神。所以你見到我有冇覺得我好似愛耶穌有啲瘋狂嘅感覺啊？即係好似哇咁激嘅，點解？點解咁中意神嘅咧？有冇咁嘅感覺啊？因為我真係覺得神好到不得了，我就成日為人祈禱，成日啲人都經歷改變，我又成日自己經歷神嘅幫助，所以我咧就覺得神咧真係好到不得了，全世界都冇嘅。我就心好中意神，我就希望大家都好似我咁咁中意神。好啦，我哋繼續睇落去咯喎。講到關於神嘅愛，以賽亞書49:15，婦人焉能忘記他係大恩民，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？即或有忘記的，我卻不忘記你。嗱，呢度好多個媽咪啦，應該嚇。你有冇試過去買餸？哎呀，死啦！唔記得咗我 B B 放咗喺豬肉鋪啊，定係菜欄嗰度啊？抑或喺個車度咧，輕鐵啊，會唔會留咗喺輕鐵？有冇試過留咗 B B 喺街度？唔會啊！媽咪唔會忘記，佢就算有忘記，我都唔會忘記你。即係話神日日都掛住我哋，神日日都掛住你噶。你同自己講啊，神日日都掛住我，神日日都諗住我噶。神日日都錫住我噶，神真係好好，佢好有心啊！如果有個人成日都有心記得你幾時生日、幾時咩咩日子，又特登送禮物俾你，有啲咩嘢即刻走嚟幫你，你覺得會唔會覺得好特別啊？成日都掛住你嘅記得你，你中唔中意啊？神就日日咁樣掛住你，咁你應唔應該中意神啊？嗱，希望我哋個個都係咁。真係神的好處好到不得了，有很多人讀這些經文一讀就當是一種知識而已，神就是掛著這樣就算了，就沒有說神原來掛緊我，神原來想祝福我，這個呢就是希望大家經常都這樣想，神充滿感情的愛。有些人都覺得神就好像個法官，其實神不是這樣的，神是充滿感情的。你覺得人有沒有感情啊？動物有冇感情啊？有啲動物都有感情嘅喎，因為神有感情嘅嘛。西番亞書3:17，嗱呢個經文咧，恩子嗰度冇嘅。咁但係如果你中意咧，寫翻低下半節啊，一齊讀啊。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嗱呢個話俾我哋聽，神係感情豐富嘅。我想問你，你周圍嘅人，你覺得佢哋係咪感情豐富咧？多唔多人係感情豐富呢？唔多喎。有冇發覺小朋友啲感情豐富啲㗎？你有冇發覺你細個嗰時咧，見到啲人嚟探你咧，喺裏面笑出嚟㗎喎？有冇試過啊？喺裏面開心出嚟㗎喎？有啲事咧好興奮㗎喎，係咪啊？因為神做人嗰陣時本來就係感情豐富㗎。不過大嗰陣時咧，一路大咧，俾人哋激得多，傷害得多。壓抑得多，壓下壓下，唔係好似小朋友嗰時。我真係記得，我試過同學嚟探我，喺裏面開心出嚟嘅喎，大個冇呢種感覺喎，係咪啊？發覺即係人咧，係小朋友嗰時咧，因為神創造我哋本來就係咁嘅，去到天堂又係咁啊，充滿感情。而我哋嘅神就係充滿感情嘅，所以其中一個醫治係乜嘢咧？就係呢個感情嘅醫治啊！你有冇發覺有啲人唔識笑㗎？好似啲感覺咧隱藏咗喎，其實咧未必係好喎。其實佢即係好似冇好多人都冇乜感覺，呢個唔係一個完整嘅人嚟嘅，係佢因為咧喺個壓抑之下，所以慢慢失咗感覺。所以我哋應該見到開心，我哋就笑，放心笑，唔好壓抑。哎呀，笑好醜怪㗎！哎呀，咁大人大姐笑乜嘢咧？即係唔好咁樣諗，而係咧你有咩感情嘅時候，容許佢自由。嗱，當然負面嘅感情我哋需要處理，就唔係壓抑喎。譬如你嬲，你要處理。你話其實唔使嬲佢嘅，佢有問題，我可以接受佢。佢其實都受咗傷害，咁你接受佢咧，你就處理，就唔係壓抑。我係嬲佢噶，不過我唔可以嬲出嚟。我嬲佢噶啦，不過我唔可以講出嚟。咁樣咧又唔得喎。咁樣咧你就谷住咧，谷爆喎，谷到咧會神經病嘅喎。所以咧千祈唔好谷實，而係咧處理咗，放鬆曬佢。
嗱，我哋嘅神係點咧？佢會因為我哋，我哋可唔可愛啊？按照我哋嘅人嘅本質，我哋係唔係值得神咁愛我哋啊？唔值得，不過神一樣咁愛我哋，係咪啊？即係神咧，見到我哋咧，其實個個都見到罪，但係神唔係咁睇嘅，神係睇到我哋個個，佢係都係睇到係仔女嚟嘅。咁佢見到我哋點樣樣啊？呢度話歡欣喜樂，一見到你就開心啊！有幾多個人一見到你就好開心㗎？仲默然愛你喎，默默地愛你，有冇人？我感謝神啊！神俾我賜俾我太太，有時咧，佢忽然間定落嚟望住我喎。瞓覺咧，有時咧，佢會咧上咗牀咧，佢唔瞓住，佢望住我喎。咁我話你快啲瞓覺，聽朝早起身，俾我望耐啲啦咁。即係佢真係好愛我，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禮物。我都好真係好感謝神，我都好愛佢。呢、这個亦都可以保守神賜俾我嘅，我要保守。但我愛神遠超過愛我太太嘅。但呢個係神賜俾佢有呢個豐富感情。人好少係咁樣嘅，但我哋嘅神係咁樣，佢會默然愛你啊！佢望住你就愛你。有一次我見到個喺個醫院有個媽咪抱住個 B B， 咁個 B B 梗係有病啦，因為嗰個兒童醫院嚟噶嘛。個 B B 瞓咗覺啊，個媽咪喺度望住個 B B 由頭望到落腳，望嗰時佢點咧？一路望一路笑，個 B B 冇反應啊，因為佢瞓咗覺啊。但佢依然喺度笑，我即企喺度即睇呆咗啊！哇，即係好特別，就係媽咪就會有呢種嘅愛啊。佢見到個 B B 就好中意。我哋嘅神就係咁啊，望住你就歡喜噶，係咪好特別啊？其實你越去神嗰度咧，你個人就越豐富啊！你個人就開心翻，有冇覺得我講嘢有啲似細路仔咁樣啊？即係好興奮咁樣樣，即係唔係好似嗰啲，即係好多老成嘅牧師咧，都係講嘢好莊重啊！即係我講嘢唔係唔莊重，但係我輕鬆又開心喎，係咪啊？我又唔介意喎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喺神裏面咧回復翻童真。其實我哋嘅神好有智慧、好成熟，但係佢係童真嘅喎。即係咧，有啲人去到天堂翻嚟啦，有啲咁嘅好多人咁嘅經歷，佢話：哇，見到天堂啊、天使啊、神啊，好開心啊！耶穌好開心嘅喎，見到佢好開心啊！神就係咁嘅，默然愛你，且你喜樂而歡呼啊！有冇人見到你？哇，好開心啊！有冇咁嘅人啊？有冇咁嘅人啊？哇，好玩嘢嗰陣時咪有。係啊，即係有時有係咪啊？但係唔多係咪啊？多唔多人係咁對你啊？唔多，但係神就係咁對你㗎，所以你越多親神，你嘅人就慢慢變得開心啊。其實我裡面啲開心湧流㗎。這先我哋祈禱，有啲人都會有喜樂喎，係咪啊？這先有姊妹話俾我聽，話祈禱嗰時有喜樂。我為人祈禱有喜樂好多啊，唔係我啊，係神啊，神真係好到不得了㗎。詩篇九十篇十四節，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，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。叫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，好似食飽咁樣。當你日日都係食飽愛，我想問你，好多人喺家庭食飽乜嘢咧？俾人省啊，食貓面啊，係咪？俾人睇少係咪？有啲人喺屋企。但喺神嗰度，你係日日飽得佢嘅慈愛。你當你成日諗到神嘅愛，你食每一樣嘢都話神真係做得好精緻，又好食，又香，又有質感，係咪啊？真係做好多樣嘢都係好好食嘅。就算食飯我都中意食嘅喎。你有冇發覺煮飯咧都飯香味㗎？真係咧，神做好多樣嘢咧都係好奇妙嘅。咁我日日都諗到神嘅愛，同埋我哋可以經歷到神嘅愛，成日神提醒我哋係嘛？我哋就話神，你真係愛我，你日日飽得神嘅慈愛，就會點啊？一生一世點樣啊？歡呼喜樂。我哋做人可以做幾多次啊？一次。嗱，啲人一世又點樣咧？哎呀，哎呀，係咪？啲係咁樣做人嘅噃。咁樣做人抵唔抵啊？唔抵。唔抵喎，係咪應該歡呼喜樂係咪啊？我哋做人應該歡呼喜樂，一世都開心快樂，真係好啦，係咪？咁樣做人真係咧不愧做人係咪？
並且將來神都稱讚你話：哇！你充滿喜樂，讓人睇到耶穌嘅喜樂，我真係歡喜你啦！係咪你越有耶穌嘅喜樂，神越歡喜？但係點樣嚟呢？喜樂邊度嚟啊？係神嘅慈愛啊！我哋日日喺神嘅慈愛之中，我有好多教導關於神嘅愛嘅，活在神嘅愛中，享受神嘅愛，發揚神嘅愛。我講到嘅時候係時時都發揚神嘅愛。有冇發現我講好多神嘅愛啊？因為神真係咁愛嘅，但係好多人咧知道神嘅愛，但佢唔能夠活在神嘅愛中。嗱，呢個不同嘅程度。第一，我哋一齊讀個黃色字啊。第一進入神愛係咩？知道。第二相信。第三係堅信。第四係經歷。第五係享受。第六係激勵。嗱咩意思啊？第一知道啦，好多人都知㗎，神愛世人係咪？知道。但係知道未必相信㗎喎。有好多人咧，基督徒都話神都唔愛我嘅，神都唔幫我嘅。有冇咁諗過啊？有。嗱呢個咧其實咧係冤枉神喎，係咪啊？人哋冤枉你，你覺得開唔開心啊？神係俾人冤枉最多個喎。成日都有人冤枉神，成日都話神你唔愛我嘅。其實神困難係咪神俾你㗎？困難係罪同埋人俾你㗎，呢個世界俾你㗎。神係俾恩典人㗎。好多人冤枉神㗎，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冤枉神，因為你冤枉我，祝福你嘅話係咪？是不是變成得不到神的恩典？所以呢，我們第一知道，第二相信，我知道神愛我。第三呢，什麼環境都堅信，這件事不容易的。譬如有一天你有病，你能不能相信神愛你呢？我們堅定相信，因為人人都有病的，遲早有病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病都好，都堅定相信。接著呢，就是經歷了。怎樣經歷呢？在親近神的時候經歷，還有在生活有幫助，就多謝耶穌愛我們。有什麼，即是習慣用長的時間，我告訴你，你親近神是遠比你看電視更加享受的。你越親近神，你親近神，有些人親近神怎樣做？給了菜單神，神啊，麻煩你醫我，給點錢我，叫我的兒子乖一點，老公老婆對我好一點，即是經常都給菜單神的。神啊，我聽過了，我知道的了。聖經講到你不用用重複話的，求的時候不用重複話，但係親近神咧，敬拜神，你就可以用重複話。聖經講到敬拜係不停㗎，天上你親近神，多啲讚美耶穌，愛耶穌，同埋講耶穌愛緊我，耶穌愛緊我。呢個係咩祈禱啊？恩典嘅祈禱，感謝神係咩祈禱啊？呢個敬拜讚美啦，兩個係恩典嘅祈禱同埋敬拜讚美祈禱。當然都有代禱咧，有其他嘅禱告。不過我即係話親近神有呢兩種祈禱啊。咩環境都堅信，同埋咧喺親近神、經歷神嘅愛，同埋享受。你食嘢係咪次次都享受嘅？有冇一路食一路？哎呀，快啲食完，快啲去邊度啦？有冇咁樣諗過啊？會嘅喎，有時有啲人食飯喺度睇電視咧，都唔知道自己食咗乜嘢喎。即係可以食飯唔享受，好多人經歷神嘅喜樂，但係冇享受神。我哋享受神咧，就會覺得神真好啦。然後咧，被神嘅愛激勵，神咁愛我哋，我哋就去祝福人啦。好想祝福人，你見到我想唔想祝福你哋啊？ Yeah. 其實我祝福你，我自己得唔得福啊？ Yeah. 我自己得福啊，所以你去祝福人咧，神就知道你，神知道你嘅心噶，你嘅心神知道。你有冇祝福人嘅心啊？ Yeah. 你想唔想有啊？ Yeah. 想唔想加強啲啊？ Yeah. 你首先要親近神，你就被神嘅愛激勵，咁咧跟住你就可以服侍主啦。嗱呢度我哋跳啦，我哋就跳去咧。呢度睇恩典嘅祈禱嚇啦，呢度咧我哋即照先講過，不過呢度咧再一齊讀一讀嚇，一齊讀嚇。宣告信神怎樣愛我們，祝福我們，叫我們深信我們是被神所愛，叫我們對神有信心，叫我們深信神很近，叫我們享受神一天多次這樣的禱告，叫我們這天終會到來。嗱，呢啲咧喺你個紙嗰度印咗啦。咁大約就係話，成日講神點愛我、祝福我，咁叫我哋深信我係被神所愛嘅，就對神有信心啦。咁咧就叫深信咧神好近嘅，就叫我哋享受神。如果日日都咁樣祈禱咧，一日多次咁祈禱咧，就會成日充滿喜樂同力量。嗱，我講俾你聽，我唔係淨係一日多次祈禱嘅，我成日都盡量祈禱。我一路講到一路諗住耶穌嘅，我一路同人講嘢，我都諗住耶穌嘅。嗰啲喜樂一路湧流，我每一次諗耶穌神嘅喜樂同埋能力都湧過，我成日都有呢種嘅經歷嘅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可以進入呢種咁強烈嘅經歷，呢個恩典嘅祈禱。咁有啲例子喺呢度咧一齊讀啊，你張紙都有嘅，不過而家一齊讀。
神啊，我感謝你在愛我，你在陪伴我們，你在我前下環繞我，我手在我身上，你在祝福我，你在向助我，你在我心中有奇妙的計劃，你在想提升我，你在想大大使用我的生命。在主裏我是被愛的，我在主裏是寶貴的，我可以因神而喜樂。即係都係講到神嘅愛，神睇重我哋，我哋就變得寶貴啦。我哋係好重要嘅，我哋係蒙福嘅。好啦，喺呢度咧，我就呢度講到心靈嘅祈禱，因為點樣用個靈祈禱？耶穌話用心靈誠實敬拜啦。好多人就覺得好難，咁我就想講咧，就係話首先學用個魂就係。魂包括咩咧？一齊讀嗰三個字啊！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呢個就係魂嘅狀態。思想就我整個思想完全認同聖經所講係最好嘅，神係最好嘅。第二，我決意全部跟從神。第三，建立同神嘅感情。神做咁多好嘢俾你，係咪應該同神有感情啊？但係好多人同神係好疏遠嘅。我哋學習同神有感情。當你同神有感情，就容易用靈禱告啦。用靈禱告咩意思呢？就係凡在我裏面嘅，都稱頌佢成個人裏面。你望一望我啊，點樣？哈利路亞！感謝耶穌喺個心湧出嚟，感謝天父你真愛我，喺個心湧出嚟。有啲人祈禱啦，多謝耶穌，感謝天父，喺口講嘅啫，喺個心湧出嚟。呢個就係用個整個靈啦。好啦，由愛慕神嘅同埋敬拜嘅禱告啦，一齊讀下。對神嘅祈禱，包括感謝神、讚美神、敬拜神、喜悅神、愛慕神等等，呢啲係對神嘅回應嘅。咁然後咧就呢個愛慕同埋敬拜禱告嘅例子一齊讀啊！神啊，我感激你這樣愛我，我感謝你這樣祝福我，我因你嘅慈愛讚美你，你是美善的，你是極美的，我不配你的大恩，但你不如施恩給我，我喜悅你，我渴慕你，我想與你有親密的關係，我需要你，我緊靠著你，有你我才有生命，你是我的生命。嗱，呢度有幾句有比較少人用嘅，我喜悅你。我中意你，神啊！我中意你，我渴慕你，我需要你。有好多人都唔用呢句詞嘅，咁希望大家有一種心嘅，耶穌，我需要你。但喺呢個時候咧，我亦都會再一次帶領大家嘅呢個祈禱，因為讓大家進入呢種記憶裏面。咁你如果有手機，你中意錄咧，你可以錄咗音喎，翻屋企跟住嚟到敬拜。而喺上網都會聽到我呢啲咁嘅敬拜嘅，咁咧讓你咧。慣咗同神有呢種嘅密切關係，咁你咧就一生一世都歡呼喜樂。咁希望大家咧享受，同埋咧學到我呢種方式。啊，雖然唔係咁容易咁快學到嘅。咁你第日領敬拜時，你都會講：耶穌真係好愛我哋噶，多謝耶穌啊！耶穌真係陪住我哋噶，我哋一齊全心感謝神啦！即係領敬拜時都係咁樣樣。咁咧就會帶領到群體嘅人咧，都能夠同你一齊去感激神啦。大家想唔想同神有呢種密切關係啊？想唔想好似我咁享受神啊？得嘅喎，其實神係個個都俾嘅。其實你即係先有冇覺得享受嘅感覺啊？有。咁你就日日做就得㗎啦。你打埋俾佢啦。係咪咁樣緊要嘅一切啊？嗱，好多人就覺得去教堂咪敬拜咯，翻屋企咁咪梗係睇電視啦、食嘢啦、瞓晏覺啦，即係其他享受啦，即係就會諗到出教堂咧就自己做緊自己嘢，入教堂就做神嗰啲嘢。是不是應該這樣的？是哪裡都是做神的事，那你就蒙福。但一樣我們一樣做回普通人做的事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記得我所說的，成為你的生命的信息，行不行？我今天所說的，成為你生命的信息。一世都說耶穌愛我，一世都說耶穌陪著我，耶穌跟我一起，耶穌時時愛我，所以我又全心愛耶穌，我又全心祝福人，那你就一定蒙福。神知道的，哪個人是你愛神，耶穌知道。我話俾你聽，曾經有幾個人同我講，耶穌親自同我講，佢話你跟耶穌，你學耶穌，你學佢嘅生命。我感謝耶穌，耶穌俾我呢個生命，我真係好感謝神。我唔係誇耀，我係多謝耶穌。耶穌會咁樣同我啲人講，佢話你學耶穌嘅生命。我唔係誇耀，其實我有好多缺陷嘅地方，我有犯過好多嘅罪，但係神冇嫌棄，神俾我機會。俾個機會去祝福人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係，當你愛耶穌，耶穌知㗎。